滚蛋吧废话。女生过生日，闺蜜送的猪头花束寓意猪你快乐，但我总感觉哪里不对呢。看到螃蟹吃东西没有？它可不是什么毛蟹啊，它是一种野生的山螃蟹，身上长得像毛一样的东西，其实啊是水里的污垢。山螃蟹喜欢生活在水坑里，爪子是暗红色的，基本上都很小，像这么大的真的很少见。它可不是 P 出来的，也不是真人扮演的，它叫做白面僧面猴，长得是不是很像无脸男？他们只有成年公猴长这样，虽然看着很吓人，但他们性格温顺，可比峨眉山那群老六猴子强太多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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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来钓鱼。这是巨骨舌鱼，它的体型非常大，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之一。它们最长可长到2至6米，最重达400斤。它的尾巴就是它的武器，可以轻松拍倒一个成年男性。姐妹，张嘴。河马的牙齿看上去是不是就像坏了一样，但它的咬合力却达到了惊人的2268公斤。就连鳄鱼的咬合力，在它面前都是个弟弟。这是巨型鲶鱼，目前已知最大的是2005年在泰国捕获的一条雌性湄公河巨鲶，身长2.7米，重达293公斤。有奖问答时间，请用你的家乡话说出它的名字，就想知道你们那儿都管它叫啥，看看评论区有没有老乡。